嚟到淘汰赛阶段，每场波嘅重要性都更上一层楼。无论系对球员嚟讲，定还是成个球场嘅球迷嚟讲，赢呢一场波同埋整个赛事都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噶。喺呢一个时候，足球绝对唔止游戏咁简单，非常之壮观嘅一个球场啊！球正吹鸡开波，传个波入嚟，个波传向左翼，试下压排去啦，可以解围啊！列马伦踢入嚟，列马伦。向右翼传出，睇嚟就似越位嘅，啊系啦，冇错啦，哇争好少，可能争一个脚位嘅啫，不过越位就系越位啦。庄拿斯整脚直线，系咪要起脚咧？守门员救得靓啊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反应够快先可以做到啊！哇，佢都跑咗好远下咯。有队友等紧接应啊！一脚踢走呢个波，庄拿斯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睇你呢下啦，入网啦！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！嗱，单对单对住龙门，最紧要就系冷静啦。龙门系想挡佢噶，挡唔到啊！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入射佢啦！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话个波唔离脚嘅，嗱，听到鸡声啦！上半场完，头先人分钟啊几刺激啦，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嘅，比赛嘅节奏咧完全俾佢哋控制晒噶啦，班波睇得好顺嘅。入波就一个接一个，不过两队都系差一球啫噃，睇嚟之后好睇啦。嚟到下半场啦，领先一球系好大意义噶。起脚，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呢个龙门抵加人工俾佢啦。佢哋拣开个短嘅，防守球员解围。拍落路，浪高个波，伊巴谦无域突破咗越位啊！呢个直线靓啊，截得好，直接长传。有啲睇头啊！呢个时候仲讲咩阵式啊、战术啊，去啦，得唔得先？守门员表现好好啊！呢个波简直即唔系讲技术，佢好似夹下夹下咁噃，睇嚟都好痛啊！唔系嘅话，佢都唔会咁嘅样啦。睇嚟佢都会继续踢嘅，不过望落佢个样，好似都仲有少少事喎。成功解围，力比利系有机会射啊！大脚解围。嗱，班后防冇乜压力啦，所以可以压前啲啦。不过一失咗波就有呢啲危险啦。身位舒蚀啦，
呢脚直线一下汤穿晒，呢球波过唔到去啦。阿朗素完场啦，距离下一轮又近一步啦。作客赢波，下一场啊仲有主场优势，赢面好高啊！场波系赢得好敏水嘅。